分林管东部53%，蒋介石50%，陈明真41%，陈崇信39%，台北管东部38%，田心38%，苗栗县党部37%，刘俊雄37%，黄淑英31%，陈秀慧20%，林新建17%，林卓水15%，王荣章8%，陈淑芬0%。OK， 那我要请教，为什么这些人的考塔是成绩不介好？哈，我要请教你好。啊，尤其我刚刚讲，咱节目经常性的在把这个资料重整一次哈、嗯。是，都有人是安那比较五倍啊十倍啊，有的人是安尼俩。啊，有的人个根本个无政治生命啊嘛，啊也无需要去做这种所谓的这个，也许在他们认为是民粹式的这个相关的民粹动作嘛，无认同嘛。哦哦啊，既然无认同，这包括很多民进党的政治人物。嗯哼，我最近嘛，刚刚讲民进政治人物实在是真趣味的。嗯哼，你家己本身。你是不是要？如果你要照顾工农百姓，对的，工农大众，嗯，啊，你就要在工农大众的这个福利上，你要多发言，嗯，你要因为这是你的鸡蛋嘛，是但是咱来看讲啊，真正人要照顾工农群众的时阵，嗯，你家己你退缩，好、嗯，啊，如果说这样的人要当民进党政治人物，啊，民众可不可以提名？嗯哼，啊，这是民众的堕落，是，当民进党贵气，因为好名，嗯，好、哦，好名，好虚名，尤其是竟然他们会期待。联合中国时报这样的报纸可以改公改定义公民家的人是好人、嗯、因为这样子的好名所以他可以开始不愿意配合民进党的相关的动作甚至一开始相信公民进党家中你搞的民粹家中不理性、嗯、啊让他变形起的社会中道理性的力量、嗯、而这些政治人物如果说是民进党所提名的政治人物、嗯、也不怪公你今天你在党内跟党员之间会产生这么大的争议，嗯、所以咱给咱这透过这一次立法委员的初选，或者透过这一次总统党内的初选，嗯、民进党到底要走什么价值？其实我倒期待公、嗯，请民进党的党主席尤锡坤、嗯，先不要急着出国，是办一个好好啊路线大辩论，嗯、把民进党未来怎么走，该怎么样来面对列选民，你的价值在哪里？为什么你党内的这么多政治人物不服应你的价值？我来补充一下，我是不知道讲当初这个扩大这个配额是安怎定出来？是党中央认为，哦，王定宇，你的配额干了3000都够啊，你这个人外靠招总3000。嗯，干那安尼，迄只安怎定做？我是用82万分来独家的人，好、嗯、啊，位愈大配愈多。188啦。不过头拄仔讲伊，你摕出迄份表哦，干、嗯、那一种叫做某种程度，干那袂像一种照妖镜，干那照妖镜。嗯嗯。你对这个党的认同的看法，嗯、对这个价值的看法，拢在迄个表会显现出来哦。嗯我在这是要考卷在表内底的人，不管讲你有初选啦，无参加，你若初选赢的人，你更加在拍拼。迄个但是一个，互你一个底线，讲你的、你混的安尼就好。你应该来拍拼，证明讲我对的代志，我坚持安尼一直做。嗯、你初选失败的人，你来一个表现方看，台湾的人，台湾人看眼内记的心内、嗯。有一天你要再行入政治，伊会记起来。这个人对是非对对的代志坚持，伊会认同你。是，啊，即摆人安尼讲起吼，变作啥？变作讲遐个去连续较济人，遐个人。王建头呢？啊，去美东算遐人嘛？王建头伊爱用狗呢？嗯，哦，搞不好够输呢？是安尼吗？啊，所以那无连署的人，啊，无去讲的人，较赢下。才能变改革派啊？是啊，是。其实我看连署无够的人，尤其你头仔读的尾啊，迄20名，迄真正无用心啦。嗯，咱讲较歹听的，也许有困难，也许要被提出来，咱唔知道。我会记得一个立委的额度，敢那是3000块。3000、嗯。你讲你做立委做3档，得要3档啊？伫你的选区内底，你找无3000的人，甲你连署，嗯，安尼你也免选连任嘛啦。是。你做一个立委做3档，你无材料找3000人甲你连署，嘿、嗯，我想不可思议的代志啊，对不？嘿、嗯，无用心嘛，你若用心去做，绝对做会到嘛。好、哦，其实我要特别讲哦，台北市党部、台北县党部，你们在干什么？嗯。你这两个东部的党员数拢是30000几个呢，全国人上多的呢。啊，结果你连署未够，你的配额你竟然连署不到。嗯，为什么宜兰管东部人较少哦？嗯，让宜兰管东部的连署高超过变两倍，百分之一百多，这边200%。为什么？为什么宜兰县党部做得到，你反而两个最大的党部你做不到呢？配合管东部成绩上好嘞，对啊。嗯，啊，你像最近有人讲啊，什么同桂老农今天被推动了、嗯？你既然那么重视。弱势的福利，弱残障的福利、嗯，那你为什么不好好去联署，把党产讨回来？那笔钱也可以拿来做社会福利用嘛。我觉得哈，民进党这些政治人物今天如果说因为你很有政治前途，嗯、你觉得你这次出选哦，这个赢了，得到很大的利益，所以呢，你也扩大
超过足侪倍吼，你的动机是安尼，啊是讲你感觉你都强弩之末啊，你过来唔得咩，无路可走啊，然后你就意兴阑珊吼，这两种态度我拢感觉唔对啦。你要想看卖吼，这唔是干阿民进党在做尔，这是几啊十个民间社团共同在做的一个联盟。这个联盟是民进党是其中一部分。啊，你比较看卖，我们这些民间团体，我们为什么？我们有没有政治前途？你没有票啊！我是大家告诉呢，我是大学教授，我带着学生在火车站这样拉。我们所谓何为？我觉得大家上一节大家讲得很好，是为了台湾这个价值。这个国民党这个党产是唔对的代志，但是过去呢，只有国民党获悉你。我们今天呢，要号召200万的民众、300万的民众、500万的民众站出来，我们要大声的告诉国民党说，历史不对的，这个是非对错要很清楚的，这个转型正义，我们才有希望。是，来，黄老师，谢老师。其实我认为哈，政党不是一个民营公司啦，这政党的成员不是职员哦，你不要认为说这只是交代下来工作要去做。你参加政党是有共同的政治理念，为一个共同理想在奋斗。我觉得这个部分是民党还要回来，透过这一次里面跟你这些从政同志好好想清楚的，否则像。